零一榜妹啊，我想问问杨幂和迪丽热巴私下关系怎么样？两家都撕出圈了，会不会对两位艺人有什么坏的影响？答：杨幂和迪丽热巴私下关系挺好的，两人都是流量花，所以会存在些竞争，但得在圈内是很正常的事。另外，粉丝间的矛盾一般也不会影响到艺人，大家都是为自己爱豆好，可以理解。不过，圈内艺人间很少有关系差的。毕竟好人缘更利于发展。零二榜妹，榜妹，榜妹，好久没说成成了，总觉得他的资源比较少。爸爸去哪儿六不能录坏人了是吗？但为什么别的成员都可以录制综艺，就成成不行？最最最美丽的榜妹求翻牌。答：不是说范丞丞不能参加综艺，只是目前选秀出道的艺人想参与上星综艺比较困难，而爸爸去哪儿属于受众群比较广的网综，换人也是迫于限秀令。零三榜妹小可爱，可以聊聊《延禧攻略》吗？最近被得体夫妇迷得不要不要的，这部剧算火了吗？答：《延禧攻略》播出效果还不错，宫斗剧算受众群比较广的题材，榜妹周围有很多朋友都在追，这部剧本身还是有些水花的，不过并没有太多带动演员的热度。零四可爱的榜妹，想问一下我们家弟弟王鹤棣最近的热度怎么样？答：《流星花园》正在播出，可能效果不如预期，但王鹤棣本人的热度还是提升了一些。他最近跑线下活动比较多，后续应该会继续拍戏。在这里通知大家一下，如果你们对明星有任何想知道的信息，